飞起来，趁现在，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。乐迪最快飞机，小爱救援高手，哦，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，酷威时空能手，大力力量无穷，还有鹿探长随时出动。啤酒光向远方，和超级飞侠一起来挑战，别等待，跟我来，像超级飞侠一样勇敢，飞起来，去探索。巨大的水果串，听声音就知道今天跟我执行任务的搭档是谁了。我会先到的。不对，我比你快了0.168秒，所以是我先。琪琪和塔塔，你们还是那么爱比赛。早啊，超级飞侠！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大庆市。小女孩香香的爸爸开了家店，卖的是参考冰糖葫芦的做法，给水果刷上糖浆的小吃，叫水果串儿。但是因为位置偏僻，所以没有顾客光临。交给我，我能招来100名顾客。我能招200个。我看好你们哟！我还准备了一个道具，相信一定能帮到你们。乐迪，准备出发。嗯。充电完毕。水果串儿，又香又甜哦！快来快来，啊！快来买呀！来光顾的只有小猫吗？爸爸，这里没什么顾客经过，声音也传不到马路上，希望超级飞侠能快点来。包裹快递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我们是琪琪和塔塔，我们是双子飞机。哇，谢谢你们赶来，超级飞侠。我们听说你们店需要招揽顾客，试试用这个吧。哇，太好玩了，好大的充气人偶，这一定能吸引顾客。说的没错，而且还有我们帮忙呢。嘿。水果串，水果串，大家往这儿看，新鲜水果，甜美糖浆，变一场魔术，串起来爱，串起来爱，香甜的幸福，快来吧，尝一口美味的水果串。快看，大家都过来了。这边有好吃的水果串，快点跟我来吧。这边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你们好，欢迎大家品尝水果串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啊。哎，我来一串这种口味的。我也要吃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水果串，这边有好吃的水果串。哇哦，好长的队伍，要排队的东西一定很好吃。又香又甜的水果串，水果串，别错过，水果串，瞧一瞧啊！啊，那不是小乐迪吗？我们走吧，金小薇。别呀，我们尝尝看呢。我们也去排队吧，金小子哥哥。爸爸，糖浆来了。太好了，串好水果，刷上糖浆。哦，谢谢。希望您喜欢。你好，我要一盒水果串。你给我来一串吧。没问题。来，慢走啊。
好好吃呀！谢谢光临。水果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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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果串！哇哦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啊，金小子和金小薇，你们好，两位想要吃点什么呢？我要，我想要一串世界上最长的水果串。用这么短的小东西可做不了很长的水果串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哦，别忘了，我有宝贝魔杖，粉色奇迹变大魔法。不要啊！哇哦！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请用这个做世界上最长的水果串吧。哇，我还没做过这么长的水果串呢。爸爸，我们可以试试呀，应该会很好玩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太好了，把这些水果都串起来，我要全部吃掉。你能吃完？当然，每一个我都喜欢，可爱香甜的水果。好吧，开始喽。第一个水果，我来做个示范。哇，嗨哇，嘿，火龙果和菠萝也来，轮到我了。我来帮你。看起来就好吃。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糖浆。好了，趁现在赶紧刷上去。我来拿糖浆。不，我来。我来刷糖浆。让我拿着。我先拿到的，我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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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。糟了。你们两个冷静点。琪琪塔塔，别扔了。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给我。不，我来。给我。用水就可以冲掉。有了，水管。金小子，稳住啊！别慌啊！你们几个小飞侠都堆在我身上，你们知道有多重吗？我就快要撑不住了。我们得赶紧把糖浆冲掉。哎呀，不够长啊，只能在这里喷水了。哇，好冷。哎，我出来了。哇，怎么回事？我还没。我也没有。我停下呀，快救救我。叔叔，借点面粉，我的朋友被粘住了。嘿，电能强力手套，行动。谢谢你，乐迪。但是他们还在滚，这样下去会撞上大楼的。该怎么让他们停下？我有个好主意，是时候请求帮助了。超级空间站，紧急情况，我们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。收到，发射超级电能舱。超级电能舱发射。是时候电能升级了。
谢谢。等等，要带我们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洗个澡呀，把糖浆冲掉。待会儿要帮我们清理小河。太好了，终于得救了。这是你要的水果串，只是稍微小了一点点，不过谢谢你让大家都知道了这里。哈哈，我们一不小心把网宣传了一下。真好吃，我很喜欢。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